丙明对治习气，念佛欲得一心，必须发真实心，为了生死，不为得世人为我真实修行之名。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，从口而出，从耳而,而入。一句如是，百千万句亦如是。 能如是，则妄念无由而起，心佛自可相契矣。正复周群征书，念佛时不能恳切者，不知娑婆苦，极乐乐耳。若念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遇，净土法门更为难遇。若不一心念佛。 一气不来，定随树生今世之最重恶业堕三途恶道，常劫受苦，了无出奇。如是，则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菩提心者，自利利他之心也。此心一发，如气受电，如药加流，其力甚大，而且迅速。 其消业障增福慧，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。正复陈慧超书：念佛要时常做将死、将堕地狱想，则不肯切；意志肯切，不相应；意志相应，以不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。 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。正复永嘉某居士书六。念佛心不归依，由于生死心不切。若作将被水冲、火烧、无所救援之想，即将死将堕地狱之想，则心自归依，无需另求妙法。 故经中旅云：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。袭人不肯真实思想耳。地狱之苦，比水火之产深无量无边倍。而想水冲火烧，则悚然；想地狱，则泛然者，一则心力小。 不能详悉其苦事，一则亲眼见，不觉毛骨悚然耳。正至包师贤书持佛号时，杂念纷飞，此事多知多见，心无正念之现象。欲此种境相不现，唯专心痛念自己，将欲命中。 唯恐极度恶道，立志念佛，了不起他种念头，久则自可澄清。三复丁普净书，今幸得此大丈夫身，又闻最难闻之净土法门，敢将有限光阴为声色获利，消耗殆尽，令其人旧虚生浪死。 人复沉沦六道，求出无期者乎？直需将一个“死”字，此字好得很，挂到额颅上。凡不以贪恋之境现前，则知此无知或汤炉炭也，则断不至如飞蛾赴火，自取烧身矣。凡忿所应为之事，则知。 此吾之出苦慈行也，则断不至当人故让，见义不为矣。如是，则沉静即可作入道之缘，岂必并绝尘缘，方堪修道乎？正复宁波某居士书：人在世间，不能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者，皆由妄念所致。 今于念佛时，即作已死未往生想；于念念中，所有世间一切情念，悉皆置之度外，除一句佛号外，无有一念可得。何以能令如此？以我死已死矣，所有一切妄念，皆用不着。能如是念，必有大意。三复诸众华书。 初心念佛，未到清正三昧之时，谁能无有妄念？所贵心常绝照，不随妄转。欲如两军对垒，必须坚守己之城郭，不令贼兵稍有侵犯。后其贼意发作，即迎敌去打，必使正觉之兵四面合围，必比上天无路。 入地无门，彼自聚获灭种，即相率归降矣。其最要一着，在主帅不昏不堕，常食心心而已。若一昏堕，不但不能灭贼，反为贼灭。所以念佛之人，不知色心，欲念欲生妄想。若能色心， 则妄念当渐渐轻微，以至于无耳。古云：“学道犹如守进城，昼防六贼夜星星。’将军主帅能行令，不动干戈定太平。”正复徐彦如亦如书，向外持求，不知反照回光。如是学佛，殊难得其实意。 孟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汝学佛而不知习心念佛，于儒教尚未识尊，况佛教乃真实习心之法乎？即至心不令外驰之位，编者敬注。观世音菩萨反闻文字信，大势至菩萨。 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《金刚经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不失乃至万恨，《心经》照见五蕴皆空，皆是人极净世心之妙法也。若一向专欲博览，非无利益，乃业障未消，未得其益。 先受其病矣。正，驸马气息书三。修行之要，在于对治烦恼习气，习气少一分，即功夫尽一分。有修行欲力，习气欲发者，乃只知一事相修持，不知反照回光，克除己心中之忘情所致也。 当于平时欲为提防，则欲境逢缘自可不发；倘平时视得我此身心全属幻妄，求以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，既无有我，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？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。如不能地了我空。 当依如来所示五停心观而为对峙。五停心者，以此无法调停其心，令心安住，不随境转也。所谓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，多善众生属习惯，愚痴众生因缘观，多障众生念佛观。 正对治称谓等意，在凡夫地虽无烦恼，须于平时预先提防，自然遇境逢源，不致触发；重发亦能顿起绝招，令其消灭。起烦恼境不一而足，举其甚者，为财色与横利数端而已。 若知无义之财害甚毒蛇，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；与人方便就近，总归自己虔诚，则无穷极患难求救，由惜财而不肯之烦恼。色者纵对如花如玉之貌，常存若子若妹之心，重视娼妓，亦作事想生怜悯心。 生度脱心，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；夫妇相敬如宾，视妻室为相济继祭祖之恩人，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，则无寻欲灭身，及妻不能欲，子不成立之烦恼；子女从小教训，则无忤逆轻心。 败坏门风之烦恼。至于横利一端，虚生怜悯心，明彼无知，不予计较。又作自己前生成恼害过彼，今因此故，遂还一宿债，生欢喜心，则无横利报复之烦恼。然上来所说，乃抚顺出击。若久修大事。 能了我空，则无尽烦恼悉化为大光明藏。正复高少林书四。人苦日在烦恼中，尚不知是烦恼；若知是烦恼，则烦恼便消灭矣。心本是佛，由烦恼未除，妄作众生。但能使烦恼消灭，本具佛性。 自然显现。见正编复原文存书。譬如窃贼认作家人，则所有家财悉被彼窃；若知是贼，彼即逃去。今不念不存，刀不磨不利，不于烦恼中经历过，一遇烦恼之境，便令心神失所，能适得彼无神势力。 其发生劳扰心神者，皆无自取。经云：“若知我空，谁受谤者？”今立之云：“若知无我，烦恼何生？”古云：“万境本闲，唯心自闹。心若不生，静自如如。三非”三复陈非清书：“三藏者。” 即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烦恼即无明，一名为惑。即是于理不明，即贪嗔痴也。妄起各种不顺理之心念，欲灭各种不顺理之心念，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，悉皆是苦，是空，是无常，是无我，是不净。 则贪嗔痴三毒无由而起矣。见三边与谢荣托书，业即由贪嗔痴烦恼之心所作之杀盗淫等恶事，故名为业。其业已成，则将来必定要受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之三途恶报也。三复灵德静书，贪者。 渐进而兴起爱药之味，欲界众生皆由淫欲而生，淫欲由爱而生。若能将自身他身从外至内一一地观，则但见垢汗剃拓，发毛爪齿，骨肉脓血，大小便利，臭同死尸，污如清澈，随于此物。 而生贪爱，贪爱即习，则心地清净，以清净心念佛名号，如甘受和，如百受采。以因地心弃果地觉，事半功倍，利益难思。正对治嗔恚等意，称心乃术士之习性，今作我以思想。 任彼刀割相图，与我无干。所有不顺心之境，作一思想，则便无可起称矣。此即如来所传之三昧法水，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，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。正复求佩亲书二，所言称心，乃术士习性。 经济之有损无益，以一切事当前，皆以海阔天空之量容纳之，则现在之宽宏习性，即可转变素生之扁窄习性。倘不加对峙，则称袭欲增，其害非浅。正复求佩亲疏，一：称心意起，于人无益。 于己有损，轻易心意烦躁，重则肝木受伤。须令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，则疾病消灭，福寿增宠矣。正对治称秽等意。愚痴者，非谓全无知识也，乃指世人于善恶境缘，不知皆是树业所招。 现行所感，妄谓无有因果报应及前生后世等。一切众生无有会目，不是直断，便是直肠。直断者，为人受父母之气而生，未生之前本无有物；及其已死，则形迹朽灭，魂意飘散，有何前生及与后世？ 此方居虚之如，多作此说。执常者，为人常为人，处常为处，不知业由心造，行随心转。古有疾毒之人现身变蛇，极暴之人现身变虎。当其业力猛力，尚能变其形体，况死后生前，是随业迁之转变乎？ 是以佛说十二因缘，乃观三世而论，前因必感后果，后果必有前因。善恶之报，祸福之灵，乃属自作自受，非自天降。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。生死循环，无有穷极。欲复本心，以了生死者，舍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 不可得也。贪嗔痴三为生死根本，信愿行三为了生死妙法。欲舍彼三，须修此三。此三得利，彼三自灭矣。正对治嗔恚等意。所言俗物纠缠无法摆脱者，正当纠缠时，但能不随所转。 则即纠缠，便是摆脱。如镜照相，向来不惧，相去不留。若不知此意，纵令摒除俗物，疑无事事，仍然皆善忘心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学道之人，必须素位而行，敬己之分。如是，则终日俗物纠缠。 终日逍遥物外。所谓一心无助，万境俱闲，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者，此之谓也。正复徐燕如亦如书，欲令真知显现，当于日用云为，常起觉照，不使一切为理情想战蒙于心，常使其心虚明洞彻。 如镜当台，随镜应现；但照前镜，不随镜转。言痴自彼，与我何干？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。若或违理情想稍有萌动，即当言以公治，剿除令净。正了凡四训序：众生一念与佛无二，由迷而为悟。 则全智慧德相成烦恼业苦，心本是疑，迷悟书，则苦乐意矣。是之一念心性，本是智慧功德海，由烦恼障蔽，无智慧照了，则全体成烦恼业苦海。今以智慧觉照之，则即烦恼业苦海成智慧功德海。 故华严经云：“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正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、无碍智即得现前。三”三复尘非亲疏，心之本体与佛无二，故佛令人念佛，以佛威德神力之智慧火烹炼凡夫。 夹杂烦恼祸业之佛心，必比烦恼祸业悉皆四善消落，唯留清净纯真之心，方可谓心即佛，佛即心。未到此地位说，不过是其体性而已。若论相、事相与用、利用，则完全不适宜。三。 复周承会尽书：念佛一养气调神之法，一参本来面目之法，何以言之？无人之心常时纷乱，若自成念佛，则一切杂念妄想悉皆渐渐消灭。消灭则心归于一，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。 汝不知念佛习妄，且试念之，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皆现。若念之久久，自无此种妄念。其最初觉有妄念者，由于念佛之故，方显得心中之妄念；不念佛则不显。譬如屋中清净无尘，窗孔中透进一线日光。 其尘不知有多少。屋中之尘由日光显，心中之妄由念佛显。若常念佛，心自清净。孔子慕尧舜周公之道，念念不忘，故见尧于耕，见舜于强，见周公于梦。此常识应念，与念佛合意。 佛以众生之心口，由烦恼祸业自成染污，以南无阿弥陀佛之洪明圣号，令其心口称念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念之久久，夜消至朗，障尽福从，自心本具之佛性，自可显现。正复逢不救书。 圣人欲天下永太平，人民常安乐，特作《大学》以示其法。开章即曰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然明德在人各自具，犹无克念省察之功，则明德被幻妄私欲所蔽，不能显现而得受用。其明知之法。” 在于克念，克念之功夫次第，在于修身、正心、诚意、自知、格物。物者何？即随境所生，不合天理，不顺人情之幻妄私欲，非外物也。由此私欲固结于心，则所有之见，皆随私欲而成偏邪。 如贪名贪利者，知之有利，不知有害，竭力营为，或致身败名裂；爱妻爱子者，知之妻子之好，不知妻子之恶，养成祸胎，或致荡产灭门者，皆由贪与爱之私欲所致也。若将此不合情理之私欲， 格除净尽，则妻子之是是非非自知，名利之得之以道，不须盈圆妄求矣。此物质先要识得是幻妄不合情理之私欲，则其格除，乃易易事。否则尽平生力，不奈彼何。纵读尽世间书，也只成得一个。 依草附木，随波逐浪，汉甚矣！私欲之物之祸大也。若知此物，是无人生死怨家，绝不令彼暂存无心，则即心本具之正之自显，正之显而易成，心正身修，顺流而导，势如破竹，犹不其然而然者。 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以一切人民各具名德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其不能为尧舜、不能作佛者，皆由私欲故弊，不奋克念之功，遂至重劫至劫，随私欲转，轮回六道，了无出奇，可不哀哉！ 然专以格致为训，不以因果相符而导者，或难奋发大心，立志修持也。序标本同志录序。汝年二十一，能诗能文，乃素有善根者，然须谦卑自牧，勿以聪明骄人。欲学问广博，欲觉不足，则后来成就。 难可测量。续复有有为书。明十年，光至南京，魏梅孙系翰林。十年六十，谓光曰：“佛法某也相信，佛也肯念，师之文钞也看过，就是吃不来素。”光谓：“富贵人习气难忘。” 君欲吃素，其熟读文钞中南寻放生持素，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，互为冤家对头互杀。次饮范网楞严楞且经文为证。熟读深思，不图不忍时。 且不敢食矣。见习斋法会法语，当朔朔读，自不能吃肉食矣。此系八月十二日话，至十月，比六十生辰，恐人情有碍，往金山过生日，回家及长宿矣。续复着人居士书。是人于一时共生之物。 悉之预备，不至临时失措；而关于身心性命之事，不但不知欲修，且以人之欲修者为痴，而以己之四至重情、知行营杀为有福为有志。不知世间盲聋喑哑、残废无依之人，与牛马猪羊，或为人服役。 或从人口富者，皆此种自以为有福有智之人，所得其福智之真实好报耳。三，富阳中圣书，汝既之性情暴戾，当时时作我事事不如人想，众人负我得，亦当作我负人得想。 觉自己对一切人皆有愧疚欠憾无以则暴戾之气便无由生矣。凡暴戾之气，皆从傲慢而起。既觉自己处处抱歉，自然气馁心平，不自我慢，共高以凌人。三复好自悉书，佛法要义。 再无执着心。若预先存以死执着，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，便含魔胎。若心中空空洞洞，除一句佛外，便无一念可得，则数几有得矣。三，复明道法师书：智之路，为引人入魔，至极可恶之魔化。 上海罗继同居士得此录，时印一千本送人。丁桂桥居士欲为广布，令继同寄光一包。桂桥自己作书与光，其为作序，以其广传，光阅之不甚精意，即将元寄之书完全寄与桂桥，即承此书之祸。 以初心人率皆不在一心至诚意念上用功，而常欲见好境界。倘一见此书，以急切之狂妄心，常作此念，必致引起术士怨家，未现彼所目之境。即乎一见此境，生大欢喜，怨家随即附体，其人即丧心病狂。 佛亦不奈何彼矣。三复礼少还书，色欲一事，乃举世人之通病，不特中下之人被色所迷，即上根之人，若不占经自持，前剃在念，则亦难免不被所迷。事关古今来多少出格豪杰。 故足为圣为贤，之有打不破此关，反为下愚不孝，肩负永堕恶道者，盖难胜数。楞严经云：“若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” 学道之人，本未出离生死，苟不痛除此病，则生死断难出离。即念佛法门，虽则待业往生，然若淫习固结，则便与佛格，难于感应道交矣。欲绝此祸，莫如见一切女人，皆作轻想、愿想、不尽想。 亲想者，见老者做母想，长者做子想，少者做妹想，幼者做女想。欲心众生断不敢于母子妹女边，岂不正念？是一切女人总是无知，母子妹女，则理智于欲，欲无由发矣。愿想者，凡见美女。 便起爱心，由此爱心变堕恶道，常结受苦，不能出离。如是者所谓美丽娇媚者，比结者虎狼、毒蛇恶些、恶蝎、砒霜、鸩毒烈百千倍。于此极大怨家，尚有念念浊念，岂非迷中被人不敬者？美貌动人。 只外面一层薄皮耳，若揭去此皮，则不忍见矣。骨肉脓血、屎尿毛发、鳞栗狼藉，了无一物可令人爱。但以薄皮所蒙，则妄生爱念。花瓶盛粪，人不把玩。今此美人之薄皮，不宜花瓶。皮内所容。 比粪更秽，何得爱其外皮，而忘其皮里之种种秽物，漫起妄想乎哉？苟不占经前替，痛除此习，则唯见其姿质美丽，至爱见入骨，不能自拔。平素如此，欲其末后不入女腹，不可得也。入人女腹犹可。 入处女妇则将奈何？施疑思吉心神惊怖。然欲于渐进不起染心，须于未见进时，常作上三种想，则渐进自可不随境转。否则渐，纵不见净，异地人复缠绵，终被淫欲习气所缚。故宜认真涤除恶业习气，方可有自由份。 正复永江某居士书：吾尝谓世间人民，十分之中，由色欲直接而死者有其四分，间接而死者亦有四分，以由色欲亏损，受别种感触而死。此诸死者，无不推之于命。岂知贪色者之死，皆非其命。 本乎命者，乃居心清真，不贪欲世之人；比贪色者，皆自强其身，何可谓之为命乎？自若依命而生，命尽而死者，不过一二分耳。由是知天下多半皆亡死之人，此祸之烈，事无有二。亦有不费一钱。 不劳为利，而能成至高之德行，享至大之安乐，以子孙以无穷之福音，必来生得真良之眷属者，其为戒淫乎？夫妇正淫，前以略说利害，今且不论。至于邪淫之事，无廉无耻，极秽极恶，难以人身行畜生事。 是以艳女来奔，妖姬献媚，君子视为莫大之祸殃而惧之，必致福耀造林，皇天眷佑；小人视为莫大之幸福而纳之，必致灾星立子，鬼神诛戮。君子则因祸而得福，小人则因祸而加祸，故曰祸福无门。 为人自造，世人苟于女色关头不能彻底看破，则是以至高之德行、至大之安乐，以及子孙无穷之福音、来生真良之眷属，断送于鹅顷之欢愉也。哀哉！正欲海回狂絮，聪明人最易犯者为色欲。 当常怀敬畏，切勿稍有邪妄之萌。若或偶起此念，吉祥无人，一举一动，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，无不悉知悉见。人前尚不敢为非，况于佛天森严处，敢存邪彼之念，与行邪彼之事乎？孟子谓：世俗为大。 世亲为大，手熟为大，手生为大。若不守身，纵能世亲，亦只是皮毛一事而已。实则即是见世亲之遗体，其不孝也大矣。故曾子临终，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：“诗云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 而今而后，吾之免福，未到此时，尚存战兢。曾子且然，况吾辈凡庸乎？续复徐书庸书：凡有愤怒、淫欲、好胜、赌气等念，偶尔萌动，即作念云：我念佛人，何可起此种心念乎？念起即习。 久则，凡一切劳神损身之念，皆无由而起。终日由佛不思议功德加持身心，感保不虚时日。十日即见大笑续与胡作出书。业障重，贪嗔盛，体弱心怯，但能一心念佛，久之自可诸疾咸愈。 普门品味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、嗔秽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之。念佛亦然，但当尽心竭力，无惑一二，则无求不得。正傅永嘉某居士书五。